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裁缝小教室。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是平针。首先，我们要教大家如何把线穿过这个洞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把线穿过去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在这条线中打结。我们要先把这条线分成等长的两段，搓成一条。接下来很重要的，在食指上绕一圈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的把它搓出来。再搓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看到一个环，我们抓这个环的底部往上推，我们就完成一个漂亮的结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示范平结。我们先在起针的位置插入，在下一格的位置穿出，非常的简单。我们再试一次，在下一格的位置再穿入，再往下一格再穿出。这非常简单。接下来我们要教比较复杂的部分，如何收线。首先我们要像打一个结一样把线穿过这个洞，打一个我们常常见得到的结，然后我们用两只手指头把这个洞撑开，让这个洞尽量靠近我们刚刚穿出来的洞。确定它在那个位置之后，我们用一只指头压住，然后拉我们的针，把线收紧，这样收线就完成了。那么大家都清楚了吗？